在应该就是已经开始有走用司法的程序也在进行。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好意思，我没有。我就刚刚讲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黄家谦夫妻情变，碧潭冷暴力快闪，有人接夏克立先提离婚。我从小就看过您的这个舞姿，还忘不了您的这个水蛇腰啊！这次比赛要考虑复出吗？哎，小伙子，过多年我这个水蛇腰啊，我啊，你这个啊，哎呦，谁靠腰啊？不如让这个。年轻女孩，去一决高下吧。黄家谦22号出席舞台剧排练，这也是他婚变消息传出半个月，首度公开现身。那我是美艳女老板，看得出来吗？他们都点头。OK，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。不要这样吧，我难得，我是一个喜欢跳舞的人，可是我却没有办法去教学生跳舞，我必须要接管我爸爸的餐厅。那我又不会做菜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这一位狐狸又出现了，然后是从小在我们家，所以我就很多有跟他的一些对手戏跟合作。话说啊，黄家谦跟夏克立16年婚姻触礁，他在7月6号发表声明，离婚的决定也是很不得已，正式正在打离婚官司。黄家谦曾报警表示自己遭到家暴，脖子有抓痕，但事后被院方判定为无明显外伤。22号，夏克立友人还写信透露，离婚是夏克立先提出的，而非黄家谦。至于多次替黄家谦抱不平、大骂夏克立是垃圾的多年好友窦智孔，也刚好是该剧演员，现在应该就是已经开始有走用司法的程序也在进行，那如果有适当的时间会再跟大家说，那我也很希望就这些事情可以赶快很平安的落幕，然后真的很不好意思，因为我想这一次希望大家可以注重在这个戏上面，这个作品上面，那因为大家真的是第一次在使用这个场馆，所以我们的心情是很兴奋，也很期待要做这个演出，希望把注意力放在这个工作上面。谢谢谢谢，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好意思，我就刚刚讲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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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你好，台北，很高兴来这里。他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什么？这个大楼的脚正对我，让我很不开心。不开心。他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砰砰砰砰。